来看今天粉丝举报，鲁班本想打个篮，哎，倒个福袋直接过去捡啊，小明一个大秒掉了，这也有我捡，妲己一套带走，妲己奔向福袋，诸葛一个大招拿下，然后又被太乙钓鱼了，太乙开着技能想去捡福袋，被开着技能的花木兰收掉，木兰也不信邪，被凯皇一套送回家，凯爹也想捡，被狼狗直接风筝掉，那猴子也是直接扔了个福袋四棍子带走狼狗，刷波也，哎，这儿也有，我操，怎么还有人啊，司马懿也没了，哎，这剧情怎么回事？这福袋是有多大的诱惑力啊？那家伙无人生还了。兄弟们，新年快乐啊！新的一年感谢有大家的陪伴。五排不间断，聚在团圆局。从1月25号开始，每晚8点到11点，不间断为五排开始了。兄弟们可以拉上小伙伴一起开启你的团圆局，防止你的憨憨朋友被钓鱼了。下一个，国语神明，国语神明话，国语神一拳打死你妈！画个鸭真难啊，这小蜥蜴子也是真不知好歹，魁子哥也给他机会了，他也不珍惜啊，这一次一次的勾引，不是啊，是挑衅，到底是让人家一招带走了。下一个，用英雄15连跪，我家口看什么叫黑手，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，这明显就是有大地之姿啊，单位全看心情，今天估计是想尝尝失败的滋味，不然直接搬掉对面谁领得住啊。下一个，四倍快乐，嘿嘿，兄弟们看，我就不看了。